大众请起立，对面站。大众向上，那。
诸位同行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弥陀佛。请掀开经本第136页。经本第136页，从第四行第四句看起。起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行善，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。我们看这一段，四种口业里头，接着我们看妄言和绮语。前面我们介绍了两舌恶口，都明白了，才真正知道造口业啊，这个嘴巴任意妄为，却竟然给我们闯下了这样的大祸。你要不学佛，怎么知道啊？泥破何何身？斗乱身众，扰乱道场，恶口诅咒他人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。所以我们对口业这一段文，这里头这一些恶行内容，我们一定要真正明白，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啊！哎呀，这不就是嘴巴造一点罪业而已吗？听法师们讲经，或者世尊经典里头讲的这些果报，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了。其实不是，佛是真语者，是实语者，是如语者。意思就是说，口业，他今天能带来的那些果报，
真语、实语、如语，那就是说，我讲的就是如此啊。你敢照做，受的那个果报，我没有多说一点，我也不曾少说一些。这个叫真语，叫如语，叫实语。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熟练，要检点啊。接着还有两个，妄言其语。妄言一般我们说的讲骗话了啊。那么你的妄言，一种是善意的谎言，不得已啊。但是这一种谎言，他没有害人，有时还能救人的，还能帮助人的，所以叫善意的谎言。那真实是如此，你没有按着真实说，那就叫妄言。那佛不能够说，哎呀，讲假话了，那也叫真话了，那就不行了。但是因为它的结果是善的，甚至还是能利益众生的，这个不为过。佛只能够说，不得已而为之。第二种，恶意的谎言。那这个恶，也许是希望自己得利益，或者是想要加害于他人的，这个叫恶意的谎言啊。那么这个戒罪，戒罪之广之深，那要看妄语的内容啊。第三种，不善不恶的谎言啊。什么叫不善不恶呢？你没办法把它归纳为这是好意的呢，还是会伤害人的，但是它确实就是假话啊，这个就无所谓啊。像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哎呀，今天早晨你还没吃早餐呢，那么遇到一个人，一般我们都打招呼啊，哎，吃饱了没有啊？哎呦，我们也没有经过大脑，随便就应他，哎呀，吃饱了。你回头想一想，哎呀，这就糟糕了，我打妄语了，我明明的还没吃早餐嘛，但是我却应他说我吃饱了，那你说这不归善也不是恶啊，这个叫做属于不造业的，稍稍留意一下。莫要让它变成一种习惯，一种习性，那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在意的是害人的妄语，或者是完全是为了贪图能利益自己的这些妄言。这个依着被害的深度范围之广而结罪。这个我们容易明白啊。那么如果你啊是不能放下自己的利益，哎呀，师父你看
我只要一不讲骗话的话呢，我这个你看这个的生意就难做了，哎，这个利益就不健全了。哎呀，那就说明你还不怕因果吗？你要真看明白因果的话，比如说你今天做生意，你完全是依靠着妄言、欺骗、耍手段，啊，然后这生意才叫做成的，不是？能做成的生意，是你命中有。难道讲骗话的人还少啦？耍手段的人还少啦？动脑筋、手段比你高明的还多着呢。那是不是像这些人，个个都把生意做到了？不见得呀。啊，那么既然有比我高明的都还没能谈成这个生意，那同样的，我要不搞耍手段的话，你命中有，那自然都是你的。关键就在于命中有没有。命中要没有的话，费尽心机你都得不到。命中有的，费尽心机得到叫愿望。为什么？既然我命中有，我可以按着这个不欺不骗的手段去得到它，我不必还债呀。你是既然是恶心欺骗得来的，不管是你强取豪夺，到手的都叫命中有啊。为什么要去造这个罪业呢？你造了这个罪业之后，等于是你又欠人家的了。这今天我们只能够对学佛人这么说，因为学佛人你要信因果，外头他笑我们是傻子，要说像你那么老实的话，他早就饿死了。老实人就真的饿死了吗？那一些耍尽心机的人得到了，诸位，你看看他的晚年又如何了？啊，所以审信三世因果。妄语这个业啊，这个罪业，刚才讲的这个还叫小妄语啊，不过就是我骗几个人，我害几个人啊，不就将来还债呗，我还你们几个人就行了呗。啊，佛门里头还有的大妄语，为正言正，正是正悟得到，修行上还没有开悟，还没有正悟，还没有得到啊，比如说得什么佛果位啊，啊，却向人家宣布，包括暗示。我已经修到了那个境界了，那么这个在佛法上说叫大妄语，那个果报决定在阿鼻地。那都是修行人啊，难道他不知道因果吗？难道他不知道佛经说你要敢为正言正，
你不怕那个国报吗？他不是不怕，是什么呢？眼前的诱惑力太强了。什么诱惑？名和利啊。对，咱们在修行道上，我们常常讲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我们的贪嗔痴，每一次都受不了外头财色名利的诱惑，所以我们老是顾着我们的贪嗔痴啊，避免自己造杀盗淫妄的这些恶业，而偏偏在修道上还要加多一个名和利，名闻利养。那名是你的好名声，利养就是一切的好处。那为证言证者，有意故意标榜自己，但是自己真的没有这样的真才实学，无非是要底下的信众们对他的恭敬跟供养而已。这就是名和利呀！啊，有的人不在乎你的供养，只在乎你对他的那种恭敬哦，把他崇拜啊，像偶像一样的啊，就差没有把他当作阿弥陀佛来拜就是了。哎，有的我不要名，但是我要利。哎呀，底下信众的这些供养啊，冲昏了头了啊！而像这样的妄言呐、啊，越是大修行人，就越容易被魔王的诱惑掉入这样的陷阱。有有意的，有无意的。什么叫无意的呢？比如他在修禅定啊，但是他这个禅定呢，还是三界轮回内的小禅定。你要知道，像这些天人啊，除了四王天、刀立天，无需禅定境界。那你只要修福报，福报修得很大很大啦，哎呀，真的能够升到刀立天、玉皇大帝那个地方去，去享天福。所以四王天、刀立天这两天呢，叫地居天，一个住在须弥山腰，一个住在须弥山顶。所谓地居，他要依赖着大地。夜摩天以上啊，你看还在欲界里头，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他就开始修禅定。越是往上，那个禅定的功夫境界就越高，一直到他把财色名食睡五种欲望啊，这个五个是总的代表，断了这个五欲了，没有欲望了，他又晋升到色界天去啊。那你看色界十八层天那个禅定更高了，修到连这个色身他都不执着了，没有了，体
提升到无色界天，那这就是一个小世界里头28层天修行的境界。那么在座诸位，说今天这个人叫大修行人呗，你说他能够修到什么样的境界？哦，师父，你可不要小看他。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够修到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去了？修到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去了？那我给诸位说，如果能够修到初果境界，什么叫初果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虽然没有断，不执着了。连我都不执着了，你说他还会掉在名闻利养里头吗？不可能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还打大妄语的修行人，那绝对不是四果，没有分。那如果你说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啊，那有可能。但是看看咱们凡夫啦，凡夫修行，如果你还有初二三禅的境界，怎么可能还跟我们天天在这耗呢？你干嘛不到天上去啊？那我要说的就是，这今天咱们在这个凡夫地修行啊，你说修有禅定功夫，恐怕连个什么禅都没有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得一点清净心啊，就是让自己的烦恼习气稍微的被降服住而已，不能叫什么大禅定功夫啊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魔王波旬他就有这个本领误导这个人啊，可以示现种种的境界，诱导他，让他感觉得自己已经修到初二三禅或者初二三果的境界去了，误导，而他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当他出了定之后啊，他就向人宣布：哦，我是什么禅定啊，什么果位的大修行人了。那因为自己有没有？真的没有。那你说，比如好比我们今天吧，你耳朵听到哦，哪间庙里头啊有一个圣人啊，说修到什么初果、二果还是三果？我告诉你，连夜啊，就算在国外啊，我连夜都坐飞机。为什么？拜偶像啊。那你说，信徒一多了，恭敬供养也就多了。而当恭敬供养、名闻利养一多的时候，因为自己本身本来就没有那个禅定功夫嘛，那你说哪有不被考倒的道理啊？这个叫做无意，他本来自己不是要显示自己有什么，是被误导，他还真以为自己修到这个境界了。那如果是有意的呢？明知自己没有这个功夫境界，但是受不了名闻利养的诱惑，他就对外宣布，或者有的呢叫暗示啊，宣布的明讲了，暗示呢，比如说，我只是打个比喻啊，哈，你别把它当成真的啊。比如说，今天你来问师父：“师父啊，你有没有神通啊？”
这要跟你直接说我有神通的话，又好像觉得我没有涵养呢。啊，但是如果不讲的话呢，你肯定就瞧不起师父，哦，原来这个师父没有神通的啊。哎呀，那就暗示你呗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神通了啊。但是呢，哎呀，你记得吗？那一天呢，我们到哪儿去啊？你们不是都住在我隔壁房间吗？啊，你说你们在那边讲什么啊？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哦，这不得了哦，啊，这个师父有天耳通哦。我没讲啊，我没告诉你我有神通，是你自己讲的哦。这就叫暗示，这个只是比喻而已哦。你可千万别告诉人家说师父暗示他自己有天耳通啊，我什么通都没有啊。那么这样一炫耀的时候，你说名闻利养随之而来的就权力欲望。同样的，他也没有这个功夫境界，当这一些好的一线前的时候，哪有不被考倒的道理呀？给诸位说，名和利呀，还有一桩叫权力呀，是力量的力哦，不是利益的利哦。不管什么人，没有几个能经得过考验啊。过去老师常常给我们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人怕出名，猪怕肥呀。人要出了名啊，那如果自己的德没有跟你的名一样增长的话，那你成名了，名闻利养权力欲望一来的时候，都过不了关，甚至这个诱惑力比那个贪嗔痴，比你造杀盗淫妄还要可怕，绝对是一个修行的人的障道啊。那这样子咱们就不出名呗，这不出名不就是好事吗？那像咱们出家天天做个默默无名的小和尚不就得了呗？问题是你呀，从出家到死啊，都一直默默无名的话，人家又瞧不起你。哎，师父，不是说不要名闻利养的嘛？人家瞧不起我也没关系呀。但是，因为咱们出家了嘛，如果你出家了都给人家瞧不起的话，那真叫罪过。所以你看，这咱们出家人，没名，默默无名，也觉得好像对不起佛菩萨。你出了名啊，又过不了名闻利养这一关，这真的是两难呐！啊，但是诸位，特别是咱们出家人，你今天，纵然你小沙弥、小和尚没名气，没关系，你忍着点吧。啊，这咱们僧团里头啊，你没听人家说一句话吗？这出家人越是老越是宝啊！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出家，只要你长命百岁啊，你活得开个八十九十，师父你会讲经吗？不会。师父你会做法会吗？不会。师父你会领众吗？不会。
那师父你什么都不会怎么样呢？我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就活得比人家老。叫什么呢？老和尚啊，只要你往那边一坐，信徒自然对你恭敬。所以人家才说佛门里头越是老越是宝。诸位，你问问自己，当你遇到一个小和尚跟你遇到一个老和尚的时候，你两个都不认识，你不可能去问人家你有没有修行啊，你也不可能去问他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出家的呀？说不定那个小和尚出家了十年，那个老和尚是昨天才出家的。但是我们从外向一看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对这个长老，对着这个老者啦，老和尚，我们对他升起恭敬心。哎，那因为自己在佛门出家，接受了那么多的磨练，如果少一点功夫，就因为只有自己年纪老，还不容易掉入名闻利养里头，因为你自己有自知之明。我怎么能够胡乱地说我有什么修行功夫境界啊？没有，我只是命长一点而已啊。啊，如果是稍稍有一些功夫啊，或者有一些本领的，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了。特别什么呢？两种，一种是能讲经说法的，一种是老和尚道场办得很大的。因为能把道场办得很大的这个老和尚都是福报很大的。那么能讲经说法的这个法师，名闻利养随之而来。过去我们学讲经的时候，老师一再的吩咐我们，叮嘱我们说：“啊，你这讲经呢、啊，你学不会，你死路一条；你这讲经，你学会了，也叫死路一条。为什么呢？学不会，人家笑你，哎呀，这个师父不会讲经的啦。那久了久了，你自己走不下去啊。”啊，你可能放弃了这个讲经弘法。那经要讲得好的时候呢，那底下信徒恭敬供养啊，你看这讲完这一堂课下去，哦，底下信众拼命的赞叹了，哦，师父你今天讲的一级棒啊。啊，那我告诉你，什么话最好听啊？奉承的话最好听啊。这一听进去不得了。所以老师才说，经要讲得好的，那你就要很在意啊，很注意随之而来的这一些恭敬赞叹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名闻利养。当你掉进这个圈套之后，那叫什么呢？贪欲无底洞，你永远觉得不够。这个权力欲望跟名闻利养的诱惑，没有一天能够满足你，到最后唯有铤而走险，那就犯下了大妄语。同样的，也有明示的，也有暗示的。哎，这个天天听师父讲经啊，哦，哪时师父不知不觉在讲习里头，在这个讲话里头啊，给一点暗示。现场听的时候还没感觉到什么，
啊，回家去把这个袋子拿来重复一听的时候，师父好像感觉，师父啊，是有修到什么个境界似的。哎，那么请问，讲经说法的这个人，你有没有这个意思？如果有，大妄语；如果没有，那是听的人自己误解了，那没事。啊，那么不管信众怎么的看待一个讲经的法师，老师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时时告诉自己，我确实是一个道道地地一点烦恼都没有断的生死凡夫，哪来的功夫境界啊？他说你们喜欢听我讲经，哦，大概是我们缘好呗，啊，或者我今天讲的比较好一点。你看你去找那些要跟我缘不好的来听经，人家来都不愿意来呀，那哪有什么功夫境界呢？因为你纵然修行讲经讲得好的时候，唯一可以消灭你，那就是名闻利养。那你说师父，难道这个贪嗔痴慢杀盗淫妄不能消灭他吗？一个修行人往这条路上走，他不就是正在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所以他比较有警觉心，所以这个时候魔王他明白还有更诱惑人的，那就是名闻利养。也就因为这样子，你看这个不管是出家的也好在家的也好，都能让魔王看上眼的啦，都是了不起的。你可见得他下了多少功夫，他在修行上啊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功，没有禅定境界，但是肯定在修行上下了功夫，才会被魔王波旬看上眼吗？而这一被诱惑的话，只见偏了，可惜呀，整个路子就走歪了。啊，那你说这个人呐，未证言证，为什么说他国报那么大呢？欺骗底下的信众，因为你未证嘛，人家把你看成是已经开悟正果的圣人，罪在哪？把人家修行的路子走偏了。同样的，跟前面那个两舌结的罪一样，断众生毁命。所以诸位，时至今天末法时期了，像这些两舌恶口妄言在我们佛门里头太普遍了。那你说师父，那这样的话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学禅宗所谓的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有修行是你家的事，你说你有什么神通，你能够放光，你能够预知过去未来，都与我无关啊！我只不过啊，听说一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对你恭敬，
你说你能够有修到有神通，能够修到什么果位，那都是苦修来的呀。啊，你是老班长啊，我对你恭敬。但是请问你修得好的能送给我吗？不能送的呀。那不能送跟我念佛累积资粮，跟我求往生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既然到这个地步的话，最明显不过了。都跟你说了，跟你累积资粮，跟你念佛求往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们去沾什么光呢？啊，还是乖乖的依着净土经论里头教导的，我们好好的去累积资粮吧。那那些话呢，啊，那些耳朵听到的，我们也不去批评人家。哎呀，不要说，哎，说的那么好，也不知道是真修还是假修，那不是又自己找口业了吗？不要。啊，遇到这样把自己抬高到多了不起的，那么我们只有合掌恭敬阿弥陀佛可以了，保证你不会被欺骗上当。那些愿意跟着去的，那也是活该欠他的啊，过去生他们的恩恩怨怨。你看这个末法时期，有时你们现在都会刷手机，手机这一刷的时候，你爱听哪个法师弘法都行啊。以我们的这种听经的功夫呗啊，这一听保证你不出15分钟，你马上就能判定他讲的是正还是邪。啊，除非是这个人啊，啊，这个法师啊，是深藏不露的啊，功夫真的太深了，你一堂课听下来没能找到他的问题啊。如果说一般的啊，只要是邪师说法，我们有听经经验的都能知道。知道归知道，诸位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不知道？然后这些所谓不知道的，都不是那些七老八十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婆，里头很多都是学历很高的哦，或者在佛门里头也是老修行的哦。那我们心里就纳闷了，连我像我这种没什么修行的，嗯，我听经也不过这几年才听到的，我一听就知道，我这个有一点不如法嘞，拿跟经典对照的话，这个不对嘞。那为什么我能听出来，他们听不出来呢？缘，那是他和他娘听的人跟讲的人缘深。可能人家过去生是父子，是师徒，是好朋友，缘好，缘好，真的听不出来啊。那么诸位，我们也不去管这些事情啊，像这些为证言证者，或者这些为了捞取名闻利养的，特别标榜自己哦，修到什么功夫境界，或者特意标榜自己的道场啊啊啊，有什么感应啊，有什么瑞相啊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我们顾好自己，守住自己。所以我常常警告我们同学们啊，不要讲神通，
不要讲感应，不要讲这些能够迷乱人心的。道场只需要把我们法介绍给大众。哦，如果您要说哦，道场啊，盖的还不错的哦，这些硬体设施啊都很齐全，啊，这个人家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讲偏话了嘛。那么至于您要说哦，这个道场啊有什么感应，有什么神通，这个都叫造业。同时，我们做助念，给一个人助念，我就是真心诚意的为他送行。一场助念里头，不要刻意的去标榜我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人啊死了之后啊又怎么样的全身柔软啊，我又看到他头顶上有莲花，我又看到哪里有放光啊。除非什么，当初整个室内的人都看到，有别人讲那是别人的事，怎么每次讲看到莲花看到光都只有他看到，我从来都没看到的呀。那无非就是要标榜说我，哦，自己做助念啊，哎呀能够做到多风光啊，能够把一个这样你看到没有都快要怎么样的人啊，都我可以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还是过不了名闻利养啊。每一次人家要做给我们做助念的时候嘛，助念完了什么都不必说，那么我们肯定是报喜不报忧。这是什么？给大家一个信心啊。所以每一次助念完了，同修都会问，哦，师父这个人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啊？那等我往生了我再回答你呗。我都没往生，我怎么知道他有往生吗？但是只要他肯啊，他有福报啊，接受到这个临终的助念，对亡者绝对有好处。那至于是投身善道吗，还是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他的事啊。当我们把这些越刻意去标榜的时候，你看所有来助念的人都不在乎说啊，两个小时的那个助念啊该注意哪些事项。我反而看到是什么，那些登记来助念的都是选最后的那两最后那一个阶段。为什么？哦，最后那个阶段可以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往生。诸位，这样的助念久了久了变了，那您说跟这个大妄语是不是扯上关系了呢？所以我们守住我们的原则啊，我们一个念净土念佛道场，我们天天提倡的是听经念佛啊，就是我们有做法会不谈鬼神。这一场法会就是孝亲报恩，把这一场功德回向给多少这些苦难众生冤亲债主。这完全与鬼神跟神通跟这些瑞相一点都不能沾边，只有这样子你才不会落下大妄语的边缘啊。虽然说大妄语是未证言证了，但是如果你太刻意的去夸张形容标榜，像这一些啊，法会有什么瑞相啊，这个助念又怎么样啊，哦，我们这个念佛又怎么样啊，这都叫骗人啊。这一点我们一定
要小心，不能养成这种习性。你要养成这种习性，将来到你只要一有机会要你沾上这个位正言正的这个因缘的时候，肯定你过不了关。我这是好言相劝啊，希望同学们明白自己原来进到佛门来呀，要那么样的注意，守住这把嘴巴，不要两舌，不要恶口，不要大妄语。最后一个，不要绮语。一般绮语指的是你讲话的内容，不一定只是内容啊包含一些色情的，不一定。引诱倾向暴力，或者你绮语的内容啊是误导人家，勾引人家，诱导人家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妄，都叫绮语。不一定是你嘴巴讲，像哪些呢？电影、书刊、言论，只要涉及这些内容的，通通叫绮语。那么结罪之广呢？比如说，今天这一场言论，如果是里头有绮语内容的，人家一听的话，会诱惑人的心啊，诱导人家去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妄的。或者你写的一篇文章，你出的一本书啊，或者你看像那些演员演的一出戏，但这个戏里头有色情，有暴力，有诱惑的，那结罪之广呢？今天看了这场戏，读了这部书，听了这堂课的人，多少人受害？这就了结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们不是有所谓的流通吗？遇到哪个糊涂蛋呢？今天发心，我师父今天这个法师今天讲这堂课啊，好听哦，了不起啊，赶紧印一万张流通。那个出书的，书好卖啊，这个电影卖座啊，越是卖座，看的人越多，流通的越广，出的书越多，受害的人就更多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受了诱惑，迷惑颠倒了，都到三途恶道去报道了，管我什么事呢？要不看了你的，听了你这些，人家会到三途恶道去吗？那你说这个其余的人，他决定也在三途恶道，那个果报肯定更严重。那什么时候他出来了？这一些听了他的言论，看了他的书，看过他的演出的这些，也掉到三途恶道去的那些，果报受尽了，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受害者，还留在三途恶道的账还没算完的话，那么出书、讲话、演戏的这个人，他就不得处理。诸位啊，这不是吓唬人的呀。佛给咱们讲的，都给你讲理，道理的理。你要不明白的话，你问为什么，那么佛就会给你回答。
你一听了之后，决定让你服服帖帖的。如果你今天我给你讲的这个理，你听了还有所不满，我这个还是不能接受，诸位，那我只能够给你忏悔。为什么？我没有佛陀的那种无爱辩才，不能把这个真理完全讲的让你信服啊，让你相信，而绝对不是这个理歪了。我相信啊，我希望你至少能够接受我这一点，因为我是凡夫啊，我是那边佛怎么说我就讲给你听啊。如果今天换成是佛来讲给你听的话，你是一点疑问都没有啊，因为佛有八音啊，那种音声色受之美，我是凡夫啊，我没有那种色受能力啊，我是技巧而已，把我听懂的讲给你听啊。那么你不能相信，或许因为我讲的不够摄受力，或者因为讲的人跟听的人啊之间这个缘不是那么完善的，因此你对我今天给你介绍两舌二口妄言绮语，你说嗯，师父你把它讲得那么严重，我对这些事情我有所保留，或者我不相信，那么我只能够跟你说，那是我讲的不好，不能让你信服。那如果你有所保留的话，我还真希望你就对这一桩事情去两舌二口妄言绮语，你深入经藏，或者你深入戒经啊，这个你到戒经去找的话，而且你还要深解意趣，什么呢？你要真能解如来真实意，那么你就去探讨世尊在口业上所谓的啊，就是说严重的啦啊，从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两舌是破和合身斗乱身重，二口那是诅咒，妄语叫大妄言，未证言证，掉入明文利养里头，其余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从言语，从文字啊，甚至从艺术表演去散播这些能够蛊惑人心，能够诱导人心向着贪嗔痴杀盗淫妄去的，你看看果报之猛烈啊！那么其四者，世尊给我们说出世间人啊，就是不肯修善，世间人啊，就是因为两舌二口妄言绮语，妄自造作罪业，因此佛像下就举了几桩事情啊，什么贞吉善人啦、啊，败坏贤民啦、啊，啊，不孝如何的不孝父母亲慢师长啦、啊，一直到难可降化、常怀骄慢啦、啊。这是更详细的举出一些实例，我们的口业
然后造了业之后，结罪之严重。口业这一章，比起前面的杀盗淫，为什么说有过之而不及呢？原因就是杀盗淫往往啊，我们有警觉心，你要断这个缘容易，就是嘴巴，除非是这个天生下来就是个哑巴的，那也就算了。那像我们这样口语正常的，诸位啊，这一段其四则这一段文，咱们好好的慢慢一句一句学习后，然后你才问问自己，哎，自己好好的去打勾勾，啊，哪一句我做到了？啊，然后才回过头来去证实一下我说的话，我们一生的口业啊，到底有多严重？好，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报告到此地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今天于此讲尽听经功德，祈愿净空老和尚法体安康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爱上报四重恩，爱下济三途苦，法师，阿弥陀佛。